晚上好。在这里呢，首先我要感谢大家今天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今年的会员大会。那同时呢，我们因为将近这个中秋节也将近要到了哦。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庆祝提前庆祝这个中秋节所以就大家今天晚上呢，就是由大会来准备这个晚餐，还有一些的月饼与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大家能够来这里相聚呢，是个缘分那么大家也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互相的交流然后就互相交流，然后大家也很珍惜彼此间的这个情谊。那就是一场的疫情呢，就我们太极课呢也停课了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必须要跟着 SOP 来跑的。所以停课，我们自从3月18号那天就开始这个行管令了所以到3月份有些还有来练习的同学还有来练习的同学呢，就有一些有给了学费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月3月份不收学费，只是收2块的月捐就说你们那些还没有1月2月都没有来练习的同学们同学们呢，你们只是给1年24块的所谓的年捐呢交给我们的财政交给我们财政收就可以了就是在这种的疫情之下呢，太极拳也停课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勉励大家在家里应该多练习我在家里天天都练习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健康是无价的，人的一生最重要就是健康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勉励大家在家里勤练太极拳保住自己的健康那么太极拳呢，有一些人家里可能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练习的，那就练什么呢？松身无法很重要，松身无法还有床前六动还有吐纳是怎样这几样的练习呢，就能够促进我们增进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的所以就在这里呢，勉励大家多多的练习毕竟呢，健康是最宝贵的。那我练习呢，我早上就起来怎么练习呢？床前六动我要床前六动，其他的还有一些基本的那些胎盘的一些动作需要花1小时来练习所以呢，我在这里同时也勉励大家这个在这里多多练习了。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报告一件事，就是我们本会的秘书陈树叶他在这个月的18号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让我辞职说辞职去这个秘书的职位过后同时呢，他也有1封这个辞职信来给我了那我也接受他的辞职了所以就这个秘书的职位呢，我们就暂时空着那么今天晚上呢非常感谢大家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这里和大家相聚毕竟能够在一起相聚是个缘，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能够见面也是个缘所以就感觉到这是你
大家能够出席今天晚上的会员大会，同时呢，大家有欢聚一堂，提前的庆祝这个中秋晚会，谢谢大家。